中国达人秀，欢迎您。下周日20日21:15，一定请您锁定东方卫视为您独家呈现的第三季《中国达人秀》。现在，和我一起期待下一分钟的下一秒。3、2、1，演出开始了，达人加油！我非常喜欢唱歌，今天我唱歌啊、还有这个是秘密。大家好，安娜是哪里人？阿根廷的。哦，阿根廷的。你能帮我要一个马拉多纳的签名吗？啊，这是你不问的原因的。他是我的朋友，真的。真的。这个来中国这么多年，我知道，我们这有中国达人秀，你看过这个节目吗？看过。那我想知道阿根廷有没有这样的节目？有三年。阿根廷是什么样的人在看这样的节目？司机、农民、工人都有。一般是大伙都是一家人看吗？对对，他们看，非常喜欢看。这跟我们中国的习惯是一样的。你看了第二季达人秀，这里面你最喜欢的人是谁？在华天吗？他唱歌的时候我都听得懂，都听得懂。他的发音非常好，很棒。哎，那今天田妈就在现场，他和我一起唱一首歌吗？可以。节目啊，肯定很多人还感到有点意犹未尽。不过呢，您别太贪心，别忘了，今天我们这个节目是第三季《中国达人秀》开始之前的一个倒计时节目，真正的重头戏将在下周日，也就是11月20日晚上的21:15，海飞丝《中国达人秀》第三季将隆重登场。相信梦想，相信奇迹，记住锁定东方卫视，我们不见不散，加油！达人。